鞋帮这个位置大家看有没有觉得特别熟悉，它很像战士石，当然了踩的时候是非常的难往里穿。另外如果你穿进去以后能感觉到很好的包裹性，它新增加的这个绑带起到了很好的作用。我觉得这双鞋鞋面换了新的材质，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上面有很多的小的透气孔，我觉得整体的透气性还是不错的。另外它在鞋的外侧有一片热熔的材料，我觉得这个可以在我变相的时候给我提供一种支撑性。它内侧也有尼龙材料，我觉得应该作用是相同的。鞋面延续了之前的飞线科技，提供了良好的动态锁定，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詹士四它包裹性非常好的原因之一。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大底儿，它继续采用了从詹士二开始就使用的分割 Zoom 气垫单元，但也有些许的改变，其中有一块移到了足弓的位置。很明显的我们能看到这一次每一个气垫单元的面积都变大了，设计也更贴地，我觉得应该就是在我实战中给我提供了明显的反馈效果，尤其是在登地的那一刹那助推是很明显的。所以总而言之，我觉得这张詹士四它在缓震上是相当出色的。我觉得这双鞋还是很好看的，尤其是这个配色非常的百搭，它又集合了 Nike 现在所有的顶尖的科技，我觉得它应该是一双非常出色的实战鞋，我很喜欢。